继续来关心台风的消息，中台菲特来势汹汹，气象局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，将北台湾列入警戒范围。而马总统也在今天下午坐镇灾害应变中心，他表示虽然各地风雨不大，不过菲特台风可能带来豪降雨，各单位不可掉以轻心。气象局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中度台风菲特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。中台菲特步步进逼，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向北台湾靠近。气象局将基隆、双北、宜兰、桃园都列入陆上警戒范围。随着台风慢慢在靠近哦，那可能在傍晚或者是晚上之后，桃园或者是新竹、苗栗就有机会陆续增加到陆警的范围之内。北台湾在入夜之后雨势会逐渐增强，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，预估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县、新竹县、苗栗县、宜兰县将会出现超大豪雨，而台中市南投县也会有大豪雨的发生。整个东北部、北部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山区都要特别小心，持续累积下雨可能会造成塌方落石、土石流或者是溪水暴涨的情况。中台斐特来势汹汹，马总统也在下午4点坐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，聆听相关部门报告。刚才气象局的预测呢，还是有相当的雨量。那么刚好这个台风来的时候，又是在周末假期，影响到我们民众这个作业，跟上一次中秋节的情况也相当的近似啊，大家会比较辛苦。严防豪雨带来的冲击，相关部门不敢掉以轻心。今晚还有明天一整天，将是中台斐特最靠近台湾的时候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沈维彤、林嘉伟，台湾台北报道。